Hello， 大家好，我是 Ison Lai， 谢谢大家观看 Atomy 的 Marketing Plan， 这里附上我的个人电话和网页，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都欢迎你们直接联络我。好的，废话少说，我现在就开始吧。加入 Atomy 呢是完全免费的，意思说你不需要交任何的年费或者是入会费。 在爱多美里面呢，我们把分数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个人分数 （personal PV），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团队分数 （group PV）。个人分数只要在1万 PV 以上呢，就可以开始领钱了。1万 PV 大概是100块钱左右的消费。个人 PV 呢是没有时间限制来累积的，而且也不会归零。打个比方说，如果你这个月有4000 PV， 那下个月你买了些东西有3000 PV 的话呢，它是累积加起来成为7000 PV 的。 在个人 PV 呢，它有分为5种不同的阶级。第一个呢，就是 Sales Rep， 1万 PV 或以上；30万 PV 或以上呢，就是 Agent；70万 PV 或以上呢，就是 Special Agent；150万 PV 或以上呢，就是 Dealer；而最高的240万 PV 以上呢，就是 Exclusive Distributor。在爱多美，我们是采用双限制的，分为左右两个团队。 累积 PV 较少的是小团队，当小团队的 PV 和个人的 PV 对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领取奖金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奖金是如何计算的。这里的团队 PV 呢是以每日来计算，左右团队无限代的合并计算而来的，不管是10代啊、20代啊，或者是30代都好，都是合并计算在内。 打个比方说，就好像现在，如果我本身是一个 agent， 有30万 PV， 而我的小团队呢也累积到了30万 PV 的话呢，我就可以得到15分。以今天的计算法来算的话呢，1分大概是5美金左右，那我就可以得到差不多75块美金，那应该是差不多300块钱马币左右。好，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例子，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左右两边的 团队 PV 呢都超过了30万 PV， 他们都已经符合了领取奖金的资格，我们就会计算较小的团队 PV， 就是30万 PV。 当30万 PV 的奖金领取之后呢，分数就会归零，然后明天呢就重新开始再计算过。再来看看例子二，这个呢其中一个团队呢少过30万，只有10万 PV， 可是另外一边已经50万 PV 了。 没关系，小组未达30万 PV 之前呢，左右两边的 PV 都会保留，累积直至到达30万 PV 为止，那才化为零哦。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就是 Mastership， 我们有7个不同的阶级的 Mastership， 每个月都有2次的计算，1号到15号和16号到30号，都是以2个星期为标准。 在这个2个星期里面，只要你达到固定的目标呢，你就可以晋升你的阶级了。我们以当下韩国上线得到的奖金呢，来大概一下所可以得到的奖金。当你在 Sales Master 的时候，那2个星期里面呢，你可以得到的奖金大概是有1500零几左右。换句话说呢，就是大概3000块马币左右一个月。如果是 Diamond Master 呢，就是差不多6000块马币左右一个月。 你要如何晋升这些阶级呢？就好像在 Sales Master 的话，你要保持你左右两边的团队呢都有250万分数。不过不需要担心，这个是以2个星期的总累计 PV 来计算的。从 Diamond Master 开始呢，你的左右两边呢就要各有2个 Sales Master， 你才可以晋升为 Diamond Master， 以此类推，直至到 Imperial Master 为止。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意思说，如果是你的话呢，你要有两边，左边 Mary 那边还有 Sam 那边，他的团队累积出来有2个星期的总累计是 2.5 million PV 的话呢，你就可以升为 Sales Master。这个例子就告诉你如何要上去 Diamond Master，就是说你 Sam 那边和 Mary 那边，你都要有2个 Sales Master， 不管是谁都好，只要他们有各有2个呢，你就可以上 Diamond Master 了。晋升阶级之后呢，他都会有一次性的奖励。 Sales Master 和 Diamond Master 呢，它都会比较多以产品。不过，如果你们有看到的话呢 ，Seven Rose Master 以上呢，都会有奖金的奖励哦。而且，奖金的奖励是高达130万新币，大概是300万马币左右。好，最后一个呢，就是 Center Fee Education Commission。 每个会员在加入爱多美的时候呢，都要注册其中一间 Center， 通常都会离他们家比较近的 Center。 凡是注册在那家 center 的会员呢，购买的时候呢 ，center 的拥有者呢，都可以抽取6%的 commission 作为 center 的经费。